机会难得，去劲风剑的后台看看吧，搞不好后台还真有什么观众席上看不到的乐子呢。因为，哎，那不是卢卡，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开拓者，你怎么在这里啊？那巧了，我是来打比赛的。虽然现在实在没什么获胜的信心吧。您是卢卡先生的朋友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星际和平娱乐的实习记者卡美丽。原本这次是跟着吉米先生一起来报道演武疑点的，但吉米先生日理万机，实在很忙，所以采访热门选手、制作特别节目的工作就落到我肩上了。哎呀，职责重大呀！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实习生，如果这次搞砸了，恐怕就更没有转正的希望了。啊，公司真是严苛呀！不必担心，这些都是领导给我的历练。只要这次我能拍到足够震撼人心的节目素材，今年一定可以顺利转正。嗯，我在卢卡选手身上感受到了这种节目潜力。真的吗？我没什么信心呢。我为什么会来参加演武疑点呢？这件事说来话长。两位，咱们一起走走，路上给你们讲讲我为什么来到这儿。娜塔莎大姐头，我还剩下多长时间？啊，不多了，做好心理准备。卢卡，那我还有什么能做的吗？都到这个份上了，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那怎么行？在这种紧要关头乱吃东西，体质率不就完蛋了吗？我明白，你现在迫不及待想去参加贝城代表预选赛的决赛，不过杰帕德可不好对付。我可是仔细研究过杰帕德先生的招式的，大姐头，你就等着瞧吧，我一定会战胜杰帕德先生，成为咱们贝洛伯格700年来第一个有资格去星空中打比赛的格斗家。坏习惯，喜欢硬吃人一招然后找破绽，但杰帕德力量比你大太多了，记住喽，不要硬扛他的拳头。嗯，师父，你都说一路了，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啊，行了，我不唠叨了，你也别把胜负看得太重了，你能打进决赛和杰帕德对决，就算去不成那个咸州萝卜也够光荣了。世界看看，小东西想的还真美。擦
放心吧，奥利格师傅，漆黑的虎克大人，我一定会赢的。卢卡哥哥，绝对不可以输！你说好要带虎克去咸州萝卜上面玩的。你小子不要随便承诺小孩子啊！没事，输了就让他去当铺把铁币当掉，自掏腰包带你去。嗯。杰帕德先生，我一直都很期待与你交手，整个上层区应该没有人比你更值得我挑战了。很荣幸，我也一直很想看看传说中的铁臂卢卡到底有多厉害。我不是很擅长聊天，不过好在咱们都是战士，不必用语言交心。说的没错，卢卡，就把你渴望胜利的决心用拳头告诉我吧。不可动摇，有点意思，现在才开始。别走神了，以存护之名。很嚣张吗？放弃抵抗。欢呼声在哪儿？值得我认真起来的对手，见识下可发四剑吧。这条杂鱼，怎样，要认输吗？我输了，杰帕德先生，是您技高一筹。卢卡，无论技术还是力量，你都无可挑剔，但你太在意胜负了，这反而让你没办法发挥全力。可是如果不关心胜负，我站在这里做什么？这就是你要自己想明白的问题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人内心的声音特别嘈杂，在安全舒适的地方尤其如此。有些你心中极为重要的声音，反而只有在那些痛苦、不安、危险的时候才能被你听清楚。所以也许等你离开熟悉的家乡，去往陌生的罗府以后，就会明白答案了。等等，我到罗府以后，赢了的人是你啊？和你说实话吧，我不可能抛下手头的工作离开贝洛伯格。我这次来是为了确认你在这场比武盛会中是否有实力去面对来自不同世界的选手，而现在我认可你的实力。你比我年轻，比我阳光，也比我更能代表贝洛伯格的形象。别忘了，我们参加演武仪典也是为了向银河各方宣传亚历洛六号。卢卡，我将前往仙州罗浮参加演武仪典的机会交给你。杰帕德先生，请不要施舍我，机会要靠自己用实力堂堂正正地赢来。你误会了，卢卡，这不是施舍，这场胜利是我借给你的，你要用演武仪典上的胜利来还给我。我宣布，有资格代表贝洛伯格前往仙球联盟罗浮参加演武仪典的选手是卢卡。我明白了，杰帕德先生。别难受了，走吧，我们该去克里伯堡和大守护者见面了。
你好，卢卡。布罗尼亚大人，您好。不好意思啊，我是在下层去长大的，不懂什么礼仪。不必拘礼，我想对于你要去的罗浮，你一定还一无所知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聊聊。我一直有些好奇，虽然亚利洛六号恢复了和外界的联系，但咱们一直都是和公司打交道，为什么突然要去参加这个叫罗浮的地方的格斗大赛？前不久，贝洛伯格的星际通讯基站恢复了运作。在一个月前，我们收到了一封讯号失真有些严重的邀请函。仙州罗浮诚邀亚利洛六号的战士们莅临，参加演武疑点。我们才刚恢复对外联系，按公司的说法，银河早就忘了咱们。为什么仙州在第一时间向咱们这样默默无闻的地方发来信函？我猜，是因为在寒潮降临前，我们与很多世界有过联系。卢卡，你听说过伊戈尔·哈夫特的故事吗？你是说那位传奇战士？我当然知道，他率领第八铁军与天外的入侵者们奋勇战斗的故事，我从来听不厌。就是他，趁着寒潮消退，林可一直在探索古代城市马斯列尼查的遗址。几个月前，他在那儿找到了一座独立于公共墓园之外的坟墓。坟墓中没有遗体，只有一条机械臂和一块破损的宝石挂坠。公司的人说，那条机械臂是旧世界时代的科技了。至于宝石，则是一种被称为预兆的仙舟器物。我听说了，林可小姐认为那是伊戈尔的衣冠冢。没错，墓志铭的生平里明确了，拳击手伊戈尔·哈夫特曾在军团入侵前离开过亚利洛六号，但后来他回到了家园，参加抵抗军团入侵的战争。没有人知道他离开亚利洛六号之后去做了什么，又为什么会选择回来。啊，也许伊戈尔抵达过仙州，所以他们才给咱发了邀请函。伊戈尔甚至有可能参加过演武疑点。仙州人的寿命很长，那对他们而言并不算太久以前的事。长话短说，无论仙州联盟为何邀请我们参加这次演武疑点，都对贝洛伯格意义重大。它蕴含着一个机会，让整个银河再一次认识我们，一个从军团与寒潮中坚强幸存的英雄国度。另外，如果能借此机会与仙舟联盟建立简单的往来，也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公司时多一些筹码。布罗尼亚大人，我没怎么上过学，不太懂这些伟大的事情。我只明白，我要为贝洛伯格赢得荣誉。说得好，差点忘了，希尔今天有事，没办法参加这次会面，但他托我给你留了个言。杰帕德那家伙在搞什么鬼？卢卡，你给我好好打，要是输了，我就狠狠揍你。第二天，我搭乘着星际和平公司的运输舰来到了罗浮仙州。大守护者希望年轻一代能见见世面，于是安排林可与虎克跟我一起旅行。考虑到咱们仨都不知怎么和银河文明打交道，他甚至只是史瓦罗大佬作为我们的支持向导跟来了。没想到在天博斯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我们仔细核对过了，这封通讯邀请函它确实来自罗浮，但比对了一下它的印戳，这已经是400多年前的邀请函了。400年前？这怎么可能？这封邀请函分明是我们不久前刚收到的呀。暂时假定结果为，这封邀请函在传输过程中被积压延迟，近期恢复通讯后才成功送达我们手中。恐怕这位金人先生是对的，你们收到了一封迟到400年的邀请函。啊，原来我们没被邀请啊！完了，这下白跑一趟了。该怎么和布罗尼亚大人和杰帕德先生解释呢？他们可是对我寄予厚望。根据计算，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并非情绪，而是……
如果我们并非首要贵宾，那么则需要自行负担滞留当地产生的一切费用，计算结果我们负担不起。啊，几位误会了，